怀孕真的要忌口吗？网友：辣条、冰糕、西瓜、酸辣粉啊、辣烫烧烤、火锅、辣鸡爪、卤菜全吃了。星期一检查一切正常，然后又奖励了自己一顿烤肉。其实只要少吃点，个人觉得是没事的。医生都说了，没有绝对忌口的东西，除非孕妇体质真的太差了。记得刚怀上时还听我妈说过，她那会儿怀我了还得下地干活洗衣服啥的，哥现在估计会觉得太恐怖了。想想我能活着太不易了，希望我宝宝随我健康平安来到我身边。看看网友怎么说，欢迎留言分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